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火场真情。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，因为它们善良、可爱，而且还特别通人性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爱狗的人士并不把狗狗当成宠物，而是当成了自己的家人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会随意丢掉忠于自己的狗狗，被主人遗弃，这会让狗狗非常的伤心。欢欢，欢欢来了。欢欢回来了吗？是啊，是欢欢回来了。欢欢，怎么样？你的新主人非常喜欢你吧？你有了喜欢你的主人，是不是非常高兴啊？怎么样，欢欢是不是一只非常懂事的狗狗啊？没错，它的确很懂事，而且也非常通人性。是啊，它可是我们这里啊最开朗的狗狗了。对了，你今天带它来这里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吗？的确是遇到了一些麻烦。我新交的女朋友不喜欢狗狗，所以我不能再继续养欢欢了。啊？为师实在没有办法，欢欢还是再交给你们吧。对不起了。欢欢的样子好像很伤心啊。是啊，欢欢看上去好可怜啊。欢欢，不要太难过了，你的主人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原本开朗的狗狗欢欢，被主人重新送回收留所后，显得非常失落，每天都会郁闷地对着墙壁。欢欢真是太可怜了，自从他这次回来就一直这样。是啊，他知道自己被抛弃后心里受到了打击，他的主人太伤他的心了。真希望以后收养者能对狗狗遵守诺言，负责任，不要再随意遗弃他们了。没错，好了，我们先去照顾一下那几只刚出生的小狗宝宝吧。过一会儿我们再来陪陪欢欢。对对，那几个小宝宝需要保暖，我们要赶快给他们把保温灯打开，否则一会儿天黑后温度降下来了，他们会冻伤的。哈哈，这下子暖和了吧？好了，我们再去陪一下欢欢吧。然而，就在工作人员外出办事情时，因为电线走火，导致了保温灯起火燃烧，保温室内冒起了滚滚浓烟。狗妈妈惊慌地叼着一只小狗，飞快地冲出屋子，接着她又一次次往返将小狗一只只地叼到了安全地带。不好，有危险！哎呀，好痛啊！收容所内，很多狗狗被关在笼子里，被浓烟包围着，它们没有办法逃离，只能拼命地汪汪叫着。不要慌，我来救你们了。烟越来越大了，好累啊。很快，消防队员和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赶了过来。屋子里还有很多狗狗呢，我要进去把它们救出来。
否则他们都会被烧死的。不行，现在火势太大了，贸然进去是非常危险的。那要怎么办啊？现在火势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，很快就会被扑灭的，到那时候我们再进去救他们吧。有一些狗狗逃出来了，我们要先把大门打开，让他们逃出来。对，我去把大门打开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这几只狗狗可都是被关在笼子里的，他们是用什么办法从笼子里面跑出来的呢？欢欢呢？欢欢怎么没有跑出来啊？他并没有被关在笼子里啊。是啊，不行了，我要进去找欢欢。现在不能进去，稍等一会儿，大火很快就会被扑灭的，到那时候进去找也不迟。没过多久，大火就被扑灭了。我去救那几只刚生出来的小狗，你去找欢欢。好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他们都被烧死了吗？欢欢，欢欢，你快醒醒啊。欢欢怎么了？他晕倒了。难道是这只狗狗打开笼子的插销将它们放出来的？一定是的，一定是欢欢做的，我们要救救它。快，我们将这些狗狗抱出去。啊，小丽，原来你们在这里啊，快，我们快出去。怎么样，这些狗狗怎么样了？他们已经没有呼吸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通常吸入浓烟后的人会出现这种现象，只要及时进行心肺复苏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，就有可能将他们救回来。口对口做人工呼吸，救人的话还行，要是跟狗口对口，天哪，想想就感到恶心。是啊，谁愿意跟狗口对口做人工呼吸啊？换做我，我也不会这样做的。我来。啊，真没想到他们竟然真的会这样做。醒来了，醒来了，欢欢，幸好你醒过来了，刚刚真的吓死我了。哇，真是太令人吃惊了，这些狗狗竟然拥有我们人类一样的感情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是啊，这些为狗狗做人工呼吸的人也很了不起啊。如果不是真心的爱狗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？是啊，他们真的非常有爱心的。从整个过程看来，不只是人类对狗狗这样真心的付出，当遇到困难时，狗狗也是会不顾自己性命救助其他狗狗生命的。残忍杀生，伤病祸身。阿强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坏脾气，有时候他的行为极其残忍。可恶的猫，别让我抓到的，否则我就剥了你的皮。阿美，你听听，阿强又在家里发脾气了。是啊，阿强的脾气也太暴躁了，
而且下手也狠。他家里原来养的那只狗，就是因为乱叫了几声，就被他用锄头给活活打死了。是啊，养了那么多年的狗竟然能狠心打死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你别跑，快给我回来，不要让我抓到，抓到就让你好看。阿强，你又在发什么脾气啊？实在太可恶了，那只野猫竟然跑到我们家里偷吃咸鱼，要是让我抓到了，非剥了它的皮不可。阿强，算了，你和猫生什么气啊？只不过是吃了一条咸鱼而已嘛。你不要管我，我一定要抓到这只猫，让它好看的。阿强，你拿捕兽夹要做什么呀？你不知道的，有一只野猫经常跑到我家里偷吃我挂在屋檐下的咸鱼，我今天非抓到它不可。你把咸鱼收进家里不就好了吗？干嘛要伤害那只猫呢？要知道那些猫是会帮我们抓老鼠的，看在他们帮我们抓老鼠的份上，你就放过它吧。不行，它抓不抓老鼠和我没关系，它偷吃了我的咸鱼，我就绝不会放过它。哎，这个阿强，他的脾气又急又暴，对待那些动物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这样下去要怎么办才好啊？可恶的猫，你最好别再来我家了，否则被我抓到，我让你好看。哦，什么声音呢？哈哈，那只可恶的猫被我抓到了。阿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只该死的野猫偷吃我们家的咸鱼，哼，现在被我抓到了，我今天非教训他一下不可。阿强，你看他的样子好可怜啊，他好像是在求我们救他呢。救他？别做梦了，他偷吃我们的咸鱼还想让我们救他，今天我非给他点颜色瞧瞧的。阿强，你要干什么？看他脏兮兮的样子，让我给他洗个热水澡。哎呀，你听，从阿强家里传来的猫叫声实在太惨了，看来阿强是把那只偷吃他咸鱼的野猫给抓到了。是啊，那只猫落到了阿强手里算是倒霉了，估计他连小命都会丢掉的。是啊，前一阵子就因为有几只蚂蚁爬进阿强的家里，结果阿强拎着一壶开水在院子里见蚂蚁动就往里头浇热水，哎，那天被他烫死杀死的蚂蚁可是难以计算呐，真是太残忍了。是啊，他这样肆意的残忍杀生，终有一天是要遭到报应的。阿强，阿强，你快醒醒啊！怎么了？阿强，你听猫叫声，我怎么觉得我们家里有一只猫呢？哪里有猫的叫声啊？你是在做梦吧？好了，没事了，赶快睡吧。怎么可能是做梦啊？我听得很清楚的，那叫声就像今天那只野猫的叫声一样。那只野猫已经被烫死了，他怎么可能跑进我们家里呢？不要胡说了，快睡觉吧。是吗，阿强？你去帮我倒杯水吧，我口渴了。哎，你不会自己去倒吗？那里太黑，我害怕。哎，真是的，三更半夜的叫我去倒水。哎呀，哎呀，好痛啊！阿强，你怎么了？你还敢问我？要不是你要喝水，我会被水烫到吗？哎呀，烫得这么严重啊！阿强，赶快买点烫伤药来擦一下吧。这大半夜的，去哪里买烫伤药啊？哎，赶快睡觉吧，明天再说了。阿强，你的腿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昨晚让开水烫了一下，
现在还很痛的。是吗？伤得严不严重啊？没事的，医生给我开了一些烫伤药，说是擦一个星期就会没事了。是啊，轻微的烫伤是很容易好的。啊，医生也是这样说的。你看，这是我拿的药。好了，那我先回家了，再见。阿强他白天刚刚烫死了一只猫，没想到晚上就被开水烫伤了腿，这真是报应啊。这算什么报应啊？阿强可是将那只猫活活烫死了，而他只不过烫破了腿上的一点皮。我想这次只是给他一点小小的惩罚，如果他还这样肆意残忍杀生的话，那一定会遭到更惨烈的果报。阿强腿上的烫伤擦了药后很快便好转起来。阿强，你听猫的叫声，那只猫又来了。哪里有什么猫叫啊，上次如果不是你说听到猫叫，我也不会被烫到腿了。阿强，真的有猫叫声，你仔细听。哎，这哪里是猫的叫声啊，这分明是青蛙的叫声。咦，还真的是青蛙的叫声。就是嘛，看来离我们家不远的那个水池又来了一群青蛙，这些家伙真烦人，一到晚上就吵得人睡不着觉。是啊，这些青蛙真是烦人。好了，赶快睡吧，明天我就将那水塘里的青蛙赶走。阿强，你推一车的生石灰要做什么？我家附近的那个水塘里的青蛙一到晚上就很吵，我要把这车生石灰倒进那水塘里，我看那些青蛙还敢不敢叫了。阿强，你不能这样做呀，你若是将这些生石灰倒进水池里，那水池里的青蛙都会被烫死的。我就是想要烫死他们的。阿强，不要再做这种残忍杀生的事情了，否则你会遭到果报的。你所谓的果报，是不是就像上次我烫死了那只猫后自己的腿就被烫伤了？哼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背后怎么说我。我就杀生了怎么样，果报又能将我怎么样？哎，不听邻居劝告的阿强依然还是将一整车的生石灰倒水塘里，并且还沾沾自喜地高兴着。几天后，阿强腿上被烫伤的地方竟然开始溃烂，而且还朝着四周的皮肤蔓延开来。你这条腿保不住了，必须赶快截肢，否则的话你的命也会丢掉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医生，你不是说我腿上的烫伤很快就会好起来吗？是啊，原本你只是轻微的烫伤，根本不可能引起溃烂的，但是真的太奇怪了，今天伤口看起来怎么临时变得这么严重呢？不管如何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先保住你的命，所以要将你的腿截肢才可以保住你的性命的。啊！在世为人要本着慈悲心对待万物，和平相处，不要因一时之气伤害其他无辜的性命啊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，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新逢端午节祭祖，起建消灾超荐法会，恭送大佛顶首楞严经暨佛前大供，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，恭请常住法师主法领众。日期6月4、5两日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
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-1673，03831-1673，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聚花月贤节千佛殊胜功德日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线上礼拜药师宝忏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6月9日星期四，时间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线上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其所归依修，岁月静好，爱恩在因果，云光是心中，大红四月度脱烦恼，阿弥陀宝观音罗定在花莲中，站在本来寻生救苦，佛说结跏说，花说起佛三乘法，不计贫穷，养子受累四十，沙地甘露，人在王者烟火中，唯愿尽孝临法会。先朝地主尊荣威，寻其后王与金子贵，以才子重功，才女嫔妃累，梦得花心来受甘露威，过世朝生敬畏光世世，佛法里名为最重量子，自从怀有这家便帮你爹过有魂来受甘露味，吾将荣臣统领三军队，且真小风锣鼓喧天地，没在那是先沙场内，为国王前来受甘露威，血骨穷尽，锦绣文章时，饮血透光裤子寒松内，命运蹉跎，肩膀无名指，与幽魂来受甘露威。是为朝臣事，说寒来不觉无常子，反着回光来说本路为，玉壶花冠朝发修正日，莲要烧灯阳心还元气，困老僧只望灯仙位，新婚来说甘露味，孝子贤孙一拥送良子，爹的真气世世如归去，长街望去千古留印记，更更灵魂来说甘露味，女到泥牛身处黄金地，远空不染人间事。
来说赶路喂，地里天文要阴阳嘞，不挂三归封建并行时，宝剑探究难免无常对，社会规则来说赶路喂，坐古心上种种经营艺术多能贸易求财的，北京的将是在他方的，绿帮悠悠来说赶路喂，犯法造行牢狱上游戏，富民谋财在住冤家嘞，而且天灾西王北说的黄泉来说赶路喂，骂他车上强压身心碎，跪几雷轰之文宣亮意，水火分庙不要车上嘞，就古文来说赶路喂，山满一地佛在长老并且并入你呀，忙碌战绩无一无照顾愿闻来说赶路喂，无你爹娘愿度天和地，八方心想混响分清气，谢天神成古宝无边际，是狂魂来说赶路喂，大师门开千把古魂碑，说你先往无心冤家嘞，把那山路变得去超级